听说您在天津卫视很火，为什么被辞掉了？这个公司失败了。赔了多少？赔了100多万。陈柏翰非常狡猾，我现在开始怀疑我被他给玩了。以你的外形、你的身材，做出来都会很美。 而如果有男的去学，就会很恶心。随心而跃，步步高音乐手机非你莫属。本周日21:15，精彩呈现。